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错兔。这一周的练习内容是大错的贴弦踢弹，首先是左右手的连续音阶。接下来是左右手的换弦音阶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这一周的练习内容，欢迎大家留言提问，虽然我不会回答，但是我们还有梁老师呀。